老师这样子，你给几分？我蛮喜欢翘臀，99分。哇！我给你拿给你九十我给你100。这有什么好比的？专业老师什么意思？来，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这样，就是有很多人哦，背黑锅。哎，尤其女人，因为接下来厉害，这几位出来，他们都呛他们是天然的。哎呦，不是不是呛。就是说，他们都受过伤害，背黑锅，被怀疑，被三位弟兄妹，健康哦，哇，你的裤子，你这个背很多黑锅哈，哇，你全身背哦，到处背啊，哇，来先自我介绍，你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我的身高是167公分，55公斤，三围是3412437。37，所以你是健身教练。嗯。OK， 你健身，那你，人家说你哪里是假的？就有人会觉得我屁股是不是垫的？垫的。哦。对。看一下，我看这边。哦，真的很翘哎。对，东方人很少屁股这么翘的。我觉得就是女生。你常常去健身房，你看那种欧美的体型越来越多，像他这也算是小欧美，对，就那个臀越来越翘，越来越翘，对，他们就很喜欢练什么深蹲之外，那个桥式什么，哇，哦，对，臀推，狂弄这样，因为东方的臀就是真的不翘，那只有靠后天去练。对，其实东方很多女生哦，她们那个臀部非常的扁，我们那个整个。人种的体型啊扁，然后有一些又是旁边会外扩，外扩的非常厉害，然后又垂啊又橘皮，所以这是我们东方很多女生的缺点。老师这样子，你给几分？我蛮喜欢翘臀的，所以我给他99分。哇！我给你拿给你九十分，我给你100。这有什么好比的？专业老师什么意思？哇，翻白眼。OK， 我们看看他健身前、健身后的样子。你健身前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其实是修，那已经修过了。哦，但是健身后，你健身后，我那个臀，你那个，我看不到你比基尼的裤子哎，哇，那线条太漂亮了吧？请问一下，你从健身前到健身后这样子，大概花了多久时间？大概3个月。这么快啊？3个月，这么简单啊？你是3个月每一天都在，就大概一个礼拜2次到3次。所以，但是要长时间要。持续，你现在开始健身之后，你的桃花运就整个爆发，哇！对，那个量是很多，那个很有感。就比如说你那个健身之前，有同时有人追求过你，还是没有？都完全没有。那现在，现在就因为以前我当实况组，然后都在家里，就没有什么机会认识男生。而且你又长时间坐着，对不对？实况组。对，然后现在就瞬间就哇！你怎么变心花怒放？因为对，我以前等就是没有到追，但是以前可能我就会觉得，我就会想着好吧，那我就想一个人，我还可以，就想不到那种人哦。但现在就会就是这个可以挑了，哇塞，可以挑了这样。那你可以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对，臀型要怎么改变？我可以看一下他的臀，哇，可以捏。哇，真的很翘哎！对，像臀部啊，我们一般在台湾其实不太能用做的，因为台湾啊，在臀部没有办法放植体，它只能就是靠练，或是靠自体脂肪，把骨骼的问题。你说刚刚国基老师说的这个马鞍肉，把脂肪抽出来填在上缘，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再打电波，把它打得很紧。那王医师会不会很羡慕这种臀？超羡慕的，我们已经有互加赖了。你要去练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去他们那个，他们那个很厉害，真的好。他们的健身房大家都穿着我的老天爷，这样都穿保守的，就算保守，就算。我们那个健身房真的视觉系的，如果你穿不好，还马上不能进口，就叫你回家重换，真的是。那个我最近转健身房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
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